家门口见，都开始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唱歌主播，一首《最孤独的人》送给你们喜欢的哥哥。关注转发666，谢谢大家。我的爱，你有没有认真去体会？为何让曾经风景变成了负累，寂寞是旧红尘中散落的灰，再美的回忆也禁不住伤悲。我的伤悲，我终于承认这世界上最孤独的人，忍了思念疯狂在伤痕，再多痴情眷恋都是我对自己的残忍。我的爱不能换你的转身。好听吗？好听，点点我的关注，谢谢。谢谢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是一个新主播，还望大家多多支持。认真去体会，为何让曾经风景变成了负累？寂寞是旧红尘中散落的灰，再美的回忆也禁不住伤悲。我的伤悲，转发关注666，谢谢。